怎么还没走啊？赶紧走了。我过来这边凑一凑，看一下，睡一晚上啊。是走到房间了。哎呀，今天终于碰到我偶像了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这个就是我偶像，东子。偶像，你认识吗？偶像，来，下一个。吃饱饭之后，我们一大群人就出来外面这里转了，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那个有小游戏啊什么的。然后我跟阿伟来这边转一下，他们还在那边，马上就过来了。这个完全是没有作弊，这么多人哦，全都有。我林江平去了，你们加油。我叫肥妈来串一下。啊，来，可以得什么？我选一道吧。就是那个卤蛋那个米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嗯。然后我可以先选好两道菜。就青椒肉丝嘛。你找好配料，有配料的。猪肉在哪里？哎呀，他去找食材，然后拿来烤肉。你去啊，去年在哪个位置？我忘了，就前面，就在前面那里哦，那个转转的，你去那里啊。我来拿吧，等一下回来记得帮忙拿。我的在这里，这里。看到了，哇，谁打印的？他呀，那你啊，去那里扫一下就可以打印了。不过他们还没有过来，我们先来这边替他们探下路吧。告诉他们这里怎么玩。拜拜走了。你们这里就有那个枕头吗？对呀、啊。亲，为什么你搬到的是亲子房？因为我们有韩寒啊。哇，太好玩了！哇，你看这里有玩具。好后悔，早知道带吃饱来了。是啊，哦。还在这里还一碗。那不是教练叫我过来啊。你看，你回去接。哇，真好！就是、你同意，我现在就开车。对，现在开车。不是阿伟，你回我那边住吧。你回那边，我们都可以住在这里。我们然后我们都可以睡这里了。你去那里，然后我们三个女的就铺啊。对啊，我们都在这里好不好吗？你看我老公。老公都不要了。意思一下，这个要记得这个节日哦。我还是记得这个节日。哎呦，你进来了啊！晚上要不要在这里边睡？阿伟，你老婆借给我用了哦。这话说的，怎么就借给床借给你用？不好意思了哦。不好意思了，走了兄弟，今天晚上我就睡走廊了。别再动了，这玩的这个别动，来来拿去了。再给你一碗面，我怕你肚子饿。我晚上我都想好了，我就睡在电梯口那边，啊、哦，睡在电梯口那边，我就。碗面吃完，我那个碗呢，我不要那么多了。等一下人家会给我送吃的，我就摆在电梯口。人家走到那边吃完东西了，人家看到我了，会给我拿点东西吃。干啥？放下来，别闹了。我这个深更半夜我去找谁呀？我就睡在电梯口了。这还要玩呢？我明天早上我还回来呢。你回来干嘛？我在电梯口睡完，我不用回来吗？那边有空调。会被赶走了。谁管我？这咱这里人家酒店那么好，会说你这个流浪汉，这话说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明天我摆在电梯口，摆在电梯口那边，人家走这边住着这么多创作者，每个人走到这边，我就这样，我这边贴个牌子，我是阿伟，大家每个人走到这边，给我拍个照啊，发到视频上。明天我给你。那个啥，我就火了，兄弟们。那我赶紧抱大腿。对，要提前给我打好关系，我跟你说，啊，要提前给我打好关系啊。等到我火了之后，你再来找我，我就不认识你了。我跟你说，走了，拜拜。瘾够了，瘾够放下来了。这扛着呢，这话说的，好像要玩了。那晚上我就拿这个去睡了。那里应该有好几个枕头。哪里有好几个枕头啊？你去大哥那里跟他挤的。人家都睡觉了，我就去睡在电梯口了。拜拜，我走了啊。不是我啊。啊，你们不挽留一下吗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赶紧走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被这两个女人赶了，完了，走了。快点走了啊！哎呦，我帮你开门了，哎呦。兄弟们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我还有。赶紧走。看到没有？这是还连推带赶的。哎呀，这外面黑灯瞎火的，这是。
这是看能不能看到我啊，能不能看到我啊，我都想好了，等一下我就去睡那个电梯厅去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睡在那边，明天我就火了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大家记住关注一下，我是阿伟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啊，这个位置怎么样啊，这个位置环境有好几十个平方了，比他房间还舒服，看没有，上面那里还有空调孔，啥都有啊，我就睡在这边了，明天火不火大家记得看啊，这个地方能不能睡啊，兄弟们，会不会被别人赶呢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别等一下有个人叫，那走廊尽头有个人叫阿伟过来，阿伟过来，不行，还是不要睡这里了，我想了一下，不行，这地方不能睡，走了，我要再找个地方，我就在这走廊里面逛一逛，看哪个房间还没有关门的，还没休息的，我就进去看一看有没有房间能不能凑合睡的。哎呀，这边有个房间没，这个，哎，哟，哎，有个男的啊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过来这边凑一凑，看一下睡一晚上啊。是租的房间了。昨天没送花啊？昨天没送花是吧？有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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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为什么被赶出来了？小黑，你给我比这中间啥意思？让我睡在过道吗？大哥，小黑比划就算了，你也给我比划。不是，我们有拖鞋。啊，拖鞋啊，那边有拖鞋是吧？我怎么身处在隐私地铺呢？哦，还是大哥对我好。小黑，不能这样，我把我的位置都留给你老婆了，你还让我睡在过道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啊，小黑？啊？那这边等我，那边宽一点。你真是太不地道了！我把我那么大的床都让给你老婆睡了，这还让我睡地方？没有，我怕你跟大哥睡不习惯，我怕你不习惯。没事，这床宽，床宽没事。小老师，我们现在在一床，这个床抱在一起睡是吧？天天打架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天天小老师特好玩，好多年没有在一起睡了。来吧。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家那小床，知道吗？我们两个人睡。我说小时候那么多年没有一起睡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很渴望？对呀、啊，来吧，弟弟。哎呀，吃一包泡面，准备睡觉。今天晚上就在大哥、二堂哥这边挤挤了。嗯，这个七夕情人节已经过了。那我是12点钟以后才过来这边的，那等于七夕情人节时候还在跟老婆在一块过的啊。有很多粉丝昨天晚上直播时候在说，哎呀，阿伟七夕情人节被赶出来了。没有，我是过完七夕情人节才出来的啊，兄弟们不要误会了啊。吃完泡面睡觉，晚安，兄弟们，拜拜。